老大停船。船老大，你已进入我台湾六七九，深至水域，啊，停船授权。大陆渔船蛇形逃逸，海巡越逼越近。船老大，人到船头，停船，停船。停船！停船！停船！对啊！巡防艇靠近大陆渔船，队员顶着三米高风浪跨过船只，强靠登舰，喝令大陆船员将渔船钓起的鱼一桶一桶抛回大海。我现在开始执行海捞。清查渔获大约250公斤，依法海捞。鱼通宵外海20海里。发现一艘越界大陆渔船。八日早上，台中海巡队巡逻发现一艘大陆渔船在苗栗通宵外海非法越界捕鱼，违反台湾与大陆人民关系条例，将渔船上13名船长加船员全数押返台中港海巡基地侦办。记者陈正茂、黄山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